由传奇网路所开发的 RPG 手游《时空契约》，玩家将扮演流着骑士团血脉的神选之人，受到妖精女皇的呼唤，穿越时空之门来拯救异世界。关卡中，当人物碰触到魔物时，就会进入战斗，战斗采回合制，英雄们会自动攻击，每攻击一下就会减少技能冷却一回合，并累积 EP 值。按住英雄头像往上滑动可以释放技能，上下滑动则是使出必杀技，而必杀技的释放需要消耗共同的 EP 点数，所以要抓准时机使用，才不会浪费 EP 点数哦。另外，每个关卡中都还会有机制冒险，会有许多机制问答来考验玩家，只要回答正确就能够找到魔物首领的所在地哦。想要让英雄变得更强的话，可以透过喂食、进化、装备强化、英雄强化以及宝石镶嵌等等来大大提升战力哦。在通过一定的关卡之后，游戏还会开放各种系统，像是征服塔、特别活动、竞技场、工会系统、好友共斗等各种具有挑战的难关，要让玩家和朋友们一起挑战哦。